好的，布布的喝奶奶日常又来喽。下午，午餐，下午茶。一直在哭哭哭哭哭哭。现在你应该要三小时才能喝一次的。现在你刚刚这一顿你才花了两个小时又四十五分，你就要喝了。他给我这样哎，这样是什么意思？这样是丢的意思。好啦，不要生气啦，别这样啦，你这样太坏啦，这样给人丢，这样子不好哦，这样不好哦，小朋友，你觉得他现在已经喝160了，然后有时候喝呢很顺畅，有时候喝呢就会很卡，然后喝大概60到100之间以后，他就要起来喝气。这个是平常在主频道看不到姑姑的喝奶奶实况，今天的喝奶奶方。呵呵奶奶比较温和一点，他的手手。然后我们之前、他的手手什么手手乱抓，手手乱抓。小朋友，你在看镜头吗？你在看镜头吗？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看啊，刚刚想喝奶奶在那边哭哭，有没有看到他眼角泛泪，然后眼睫毛超长的，然后你看那个鼻子这里。被自己抓到，跟那个炯炯有神的眼神。他想说，你是要讲多久？你别在喝奶。你喝你的，我讲我的呀。可以不要在那边吵吗？你讲你的，你喝你的，我讲我的呀。吵什么吵？弟弟呀。孩子，大家看他的吸奶奶的特性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要喝了？为什么不喝了？好笑、好笑、好吧。那你就乖乖喝奶奶咯，我们就不吵你喝奶奶咯。各位说拜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记得要订阅主频道还有这个频道哟，拜拜。